Hello，大家好，我是启聪。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昨天呢，回教党有一个代表啊 ，Fadri 出来炮轰这一个回教这个、民政党，就说民政党，如果你要捍卫这个华小议员课题的话 ，OK， 请你离开吧，我们不再需要民政党了，OK。Fadri 啊，虽然是这个回教党的这个发言人啊，但是他的党职的代表性还不是很重啊。今天有一个呢精量绝对十足的人出来讲相同的话，就是这个回教党的老二段 Ibrahim， 也是跟法队讲一样的话就是民政党，如果你要捍卫这个一眼风波的话 ，OK， 你给我滚蛋了 ，OK， 我们国盟不需要你民政OK，so 一开始是法队，现在轮到连回教党老二都出来讲同一句话我们只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呢，这一场戏啊。回教党很认真的演，而且一定要演好来啊 ！Fadri 一个演不够，连这个老二也出来演，迟点哈迪亚旺会不会出来我不知道，但是哈迪亚旺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健康有问题了，蛮久没有看到他了OK， so 现在我们呢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回教党为什么要把这个戏给演好为什么呢？这个民政党啊。突然间会变成他们攻击的对象我想来想去了，我只想到了《三国演义》的其中一幕就是呢这个刘备甩阿斗这段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了就是呢有一次这个刘备被这个曹操的大军追杀然后呢刘备的人呢就全部分散到完了包括他的老婆孩子也分散到完了。然后呢那时候这个赵子龙赵云呢他就是一人一马罢了就在这个曹军之中呢走来走去气进气出然后到最后呢就成功的把这个刘备的儿子就是这个刘禅也就是未来的这个蜀汉的皇帝给抱在怀中然后救出来当他把他救出来交给这个刘备的时候，刘备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刘禅呢，北鼻的刘禅呢给摔在地上然后大喊一句，为了这一个小儿差一点害我损失一大将有没有摔到地上我不知道，然后赵云有没有借助我不知道了，我忘记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剧情其实有什么相关呢为什么我会联想到这一幕其实现在这个回教党骂民政党骂这个一眼风波呢完全就是这个刘备甩阿斗的戏码来的OK， 刘备甩这个阿斗受伤的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呢他可以从此虏获赵云的忠心还有他其他那些文官武将的忠心我们的主公爱才如命人才的才啦 OK， 然后呢为了我们这些文官武将呢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甩嘞你几时有看过一个这么好的君主OK， 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这次讲的这个课题要意思要稍微改一点就是了现在这个回教党呢是故意出来的骂这个民政党其实有一点指桑骂槐这样就是他借这个民政党就好像他的阿斗重重的摔在地上然后就骂民政党你怎样可以这样捍卫这一个啤酒OK， 你如果在捍卫啤酒的话我们就把你当做阿斗这样甩出去我不要你 OK， 然后回教党的赵云门又是谁呢回教党的赵云门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广大的马来社会尤其是非常 care 这一个课题的马来社会其实很多马来社会一开始是不 care 这个课题的华小议员都在那边30年了你觉得他们 care 过吗但是就是因为回教党最近就拿出一张以前马华通过的这个禁令说这个禁令你们要照你们不照的话我一定跟你们没完所以才在马来社会炸开锅嘛 OK， so 现在马来社会变到很 care 这个课题了
因为它已经上升成一个民族尊严的课题了啊。怎样说上升成民族尊严课题呢？就是说，如果华小哥一眼的话，我们马来人就输了啊。如果华小的一眼被拿掉的话，这样我们马来人就胜了啊。大概已经上升成一个民族尊严的课题了。对，所以现在呢，回教党呢，他就来上演一出这个刘备甩阿斗的戏码了。他的噪音门呢，就是广大的马来社会。他就是要向马来社会呢展示出一种我们回教党啊要消灭一眼的决心。好，给你看民政党，我亲生儿子，我将来丢哦，可见的我这个决心有多么大。然后我还要讲指桑骂槐，就是你看隔壁那团结政府，他有 care 过你们马来人的感受吗？你们马来人要消灭一眼，但是政府让一眼逃跑哦。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马来报了，我昨天才去看马来报西纳哈亮那些啊相关新闻下面的留言啊，马来人的全部啊，全部都骂政府了。你想象不到嘞，同一个课题啊哈 ，OK， 政府被华人骂到烦，但是马来人骂到更够力。华人是骂政府，哎，为什么你不要给我校内有酒的标志？可是马来人骂政府，哎，周末你让一眼还继续存在的啊，你们去。自己去看啦、啊、我不多讲了，你们自己去看啦、啊、我昨天才去看罢了。所以回教党就成功在这里啊，他成功刘备甩阿斗，他成功指桑骂槐。刘备甩阿斗就是啊，他甩一个民政党，他向所有的马来人展示他要这个消灭一眼的决心啊。指桑骂槐就是啊，他根本就是在向马来社会展示啊这一面，就是团结政府啊，正在捍卫着这一个一眼，让一眼招跑啊，太过分了啊 ！OK， 完全无视我们马来人的感受啊，哔哩吧啦之类的。So， 这个妥妥是一个刘备甩阿斗的戏码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啊 ？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